所以冷大师，我不得不送给您个晴天霹雳。我们老板尝过这道菜以后，觉得不适合和他的胃口。<笑>我这道金玉凤尾，根据国际顶级巴黎蓝带厨院标准，匠心打造，吹金转玉，有钱未必吃得到。你却说不合胃口。不，您可千万别这么想。 不是说您的菜不合我的胃口，而是根本难吃的像猪食一样恶心，还弄得我一身味儿。西西哈，颠倒黑白、肆意的否定，就想赢走我们龙凤酒楼的经营权。你以为你是谁？夏集团蔡老板是一位专注做菜20年的老板，他本着要时刻平安快乐的理念，带领着本集团造福着千万个家庭的餐桌。他有一个梦想。 谢谢大家，接下来。歌唱的好，不代表烧菜烧的好。我不服，我又上去了。你好凶，不祝福你了。既然我们看法不同，这样吧，我们比谁做的难吃好吧？看我们哪方的厨师做菜难吃到让对方无法下咽，就算赢。乐意奉陪，加油！ 我的厨师说的好多年没见你了，很想你哦。龙同学，开饭了。食堂魔女张阿姨，她已经以爱黑菜式之搭配而著称。同学们吃过她的菜后，食欲尽丧，辗转难眠，只好通宵学习。 消磨时光，不知觉中考入了清华北大、哈佛牛津，而低调的他对于外界的标榜从不挂嘴上，深藏功与名。当年做厨师绝品，红手拍皮牛啊！是你们这些不珍惜学习机会的低等生，把我推上了神坛。 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悲伤的纹身铭刻我厨艺修炼的足迹。这一路历练不仅让我对难吃产生了免疫，更收集到全国最丧尽天良的佐料。这道菜中我加入了番茄虾、呼吸骤停，舔一口痛彻心扉的中国魔鬼酒之王，难吃可以忍，试问辣的剧痛谁能忍？ 扔了！大风暴雨中，至少我还有路。看说风雨中，这点头还有路。我一脚就这么被他吃完了，怎么可能？ 最近有点上火，遇到清淡的就想多吃几口，不好意思啊。这辛辣的痛，没有凡人能够抵抗的。除了传说中能够将世间百味融会贯通的厨师。没错，请收下和善集团的365个祝福，厨师先生，每天都快快乐乐，每分钟都平平安安。厨师，我爱你啊！
我的妈呀！到为止，先收了他们经营权再说。卑鄙！开饭！世人皆知，厨界绝学神作《真好吃烧菜秘籍》遗落在民间一位超级厨师手中，谁得到它，谁就能一统餐饮江湖。和善集团屡屡设擂挑战世间名厨，深入搜寻着秘籍的下落。蔡老板行事一贯麻木绝情，所以才缔造了如此成功的商业帝国。而我能有机会为他当托儿办厨圣赢比赛，也算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所以说嘛，要成功是不能讲感情的。虽然我刚才被龙大师报复砍伤了，但好在我从小没有知觉，毫无痛感，可以说在麻木绝情方面天赋异禀呢，注定会成为蔡老板一样的有钱人。麻木绝情还看这种图？哇，我这是用反复观赏训练办法，让身体产生对女人的抗体，你懂不懂啊？女人最容易让人动情，一定要小心，哪怕有麻木绝情的天分。越看喷得越猛，越有反应越得多看。干嘛？你就知道上吧，咱就快连水泥管都没得住了，每天看这些前途何在啊？你再搬走，药师傅给你断好了啊！断我还怎么训练抗体啊？过几天就搬了。只要帮蔡老板找到秘籍，我们就有钱搬家了。我来找。要不把秘籍摆在大街上给你捡好吗？居然直接上网搜，还买情色片段满五十送秘籍，这东西你有没有常识啊？被常识的枷锁禁锢而错失良机的案例多到触目惊心，你知道吗？真是。这上面说秘籍所在地就藏在影片里。哇，20个情色姐姐一晚看完，好艰巨啊。全都用完了。不要误会，我只是通宵看片着凉，多留了一些鼻涕。20个情色集锦，我一个画面都没跳过，全看完了。怎么可能？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看满3个电影不快进的人，你果然是块瑰宝啊！而且我还发现第6个影片其中一个马赛克其实是地图二维码。地图上定位了秘籍所在地，带上我的成功护身符出发。因为小说里有秘籍的地方，往往都是危机四伏，杳无人烟。现实跟小说还是有点出入啊，可定位没错啊。要不你再多问几家。我已经被地面大神已经被打了一天了，谁会来上场买什么鬼秘籍啊？你现在买的报纸上很有秘籍恐惧症，你找到秘籍机会很要成功了？未必，面条的晃动毫无规律可循。成功是我们好像要成功找到秘籍了。这里好像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难道我们穿越了？不对，这只是被商业街围绕的一条隐蔽的街道。你结婚我不能给你当司仪了，
因为那天呀，我要给王金鱼和她男朋友阿坤做足疗。什么？你的新娘子就是王金鱼？你要杀了阿坤？哎呀，说漏了。老板，我们想买秘籍。你好，这些个秘籍能让你们在各个领域不劳而获，呼风唤雨，50块钱一斤。看我们要找的是真好吃烧菜秘籍。啥玩意儿啊？一看就是骗人的。走吧。哎，有有。不过你们要这个秘籍出于什么目的？我不能让它落入坏人之手。我还没有女朋友，所以想学做饭。夫妻恩爱秘籍，我与神笔马良一段情，店长推荐。这家伙找了好久，对，有片子找了好久，什么故事都有。新书昨天才出第二集。我开始，你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了吗？那初心呢？你不是没女朋友吗？这不比秘籍更得解燃眉之急吗？有道理，有道理。走走走，哎，多了解一下历史。年轻人，折腾了半天，什么都没买就走了。喂，110吗？我要报案。瓜老人不容易啊，这是我的老年证，这是我的残疾证，你们买点东西就当献爱心了，我给你们跪下了。是的，请留步。饮食男女，食色性也。爱看情色影片，说明对美好事物很向往，注定厨艺天赋。恭喜你通过了测验，作为厨艺绝世高手的我，就将传说中的秘籍传授给你。秘籍肯定在他这儿了，我来搞定，你去通知蔡老板。非物质文化遗产转让费五十，谢谢。我先给你介绍下秘籍的精髓：玉面一龙盏。东汉末年，曹操因思念小乔太过偏执，患上了偏头疼而失眠，虽得江山，却孤独寒冷。有一位叫尖锐的中华美少年，用一碗热汤面为他送去了温暖。曹操当即作诗一首：一碗汤面除心魔，躺下之后睡得着。所以，烹饪讲究的是温暖交织，一定要知道密不透风。说到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四平针法的重要性。它的口诀是：挑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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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个人认为您跑题了。你是卖毛衣的吗？不是，我是通过比喻的方式向你阐述烹饪要暖心的道理。这挂的都是面条，我卖什么毛衣啊？他家毛线质量特别的好，他家毛衣款式新，我们全家穿了以后都特别的暖和。请留步。这什么？此血怪。把钱还给我。没钱。没钱。刚给你的。没钱。没。你等着。哎呀，是啊。先不先不所以嘛，这种垃圾堆一样的地方，怎么会有秘籍呢？一条狗说的话我也信，都是我的错。哼，回去。给
给我砸！吃完，乖。别浪费粮食，人一饿容易发脾气。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觉得好吃就别闹了啊！死前，把他打到再也不能浪费粮食为止。宿舍就地取材的饮食文化中萌芽 ，CPU 在联机游戏的战火中炙热，将蛋煎熟，热得快，由心向外的沸腾让汤底充满激情。再将舍友们从天南海北家乡带来的全国制鲜之物汇聚提炼出秘制香料，搭配食材虽不拘一格，但却少不了永恒的泡面在震荡其中搅拌，这才称得上地道的南京吃名宿舍部。我想吃。只有勇于尝试的人，终成龙才会吃。好一条外酥里嫩的烤羊腿！这喷香的肉味在我口腔里狂野的奔跑，那是我最原始想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激情。我和你在一起 ，We are family。虾肉里裹着清新脱俗的辣味，有节奏的抽打着我的牙齿，那是摇篮曲妈妈再爱我一次。看上去是廉价食材的杂乱混合，味道却互相融合又千变万化，这是我的青春呢。我什么？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一起战斗过，疯过，笑过。伤过的青春啊，都是你的感情。
他是撒谎的小坏蛋，身体是诚实的好少年嘛。谢谢款待。谢谢。吃了人家东西，应该怎么样啊？送个祝福。什么？你说呢？好吧，在带你自首之前，我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你现在把作案经过清清楚楚、完完整整的重现一遍，不要放过任何细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爷爷看你昏迷不醒，就趁机爬到你的身上，我就……挂了！你挂！我爷昨天晚上人工呼吸救了你，他年纪那么一大把。整个人趴在你身上，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OK， 我都接受，但是我希望人工呼吸这件事不要再有其他人知道。好的呀。昨晚爷爷体力不支的时候，我和永俊都有接力帮忙的呀。好了，可以了，谢谢。你们都是爱心小标兵。哎，别。你们会收到我的表扬信的，告辞。有空电话啊。要信有什么用啊？要成精吧！一群你是奸细！你跟蔡老板他们绝对是一伙的。算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号人，留下来如实交代。如果他是奸细的话，那帮你挡爆米花桶的行为就不合理啊！对呀，好，对呀，对不起，来，一定是吃吃老鼠的，吃吧，10块钱一盒，给钱。那也不排除他是一个智障的奸细，敌我不分。智障，更恨食堂。那你是自己
你这是在不小心摔倒，还压伤我，留下来赔你道歉。！我的妈呀！你中奖了，双色球中大奖了，快快去领奖，不领奖就被人领走了。本来要去打他的，谁知道那些摊贩个个身怀绝技，密集肯定就在斗罗街。你不是碰巧救了那个女张飞吗？就以她为突破口，顺势追的呀。货到他的信任，搞清楚密集的下落，然后骗到手了。事成之后，荣华富贵。蔡老板，您放心，交给我了。如果连勇于赔礼道歉的传统美德都丢掉，你就算中奖一百亿，也是道德上的贫困户。我愿意留下来。你怎么回来了？我在这儿呢。说，你为什么回来？说啊！因为我爱你。 老头怎么那么开心呢？我好像上了贼船，看来只能强行表白，一举拿下。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接不接受，总要给个反应吧？你真的是，哎呦，操之过急，他吓傻了吗？得缓缓。气死我随便说说。 试问哪本秘籍会教你如何追求一个骁勇善战的女张一德呢？真是啊！50块钱只能拿到一般的秘籍，100块钱，我亲自为你指一条明路。我再问别人，请留步。其实小曼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本张飞，而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小公主，凡夫俗子不可能入她的法眼。只有王者才有追求小曼的资格。我是王者吗？自己悟吧。 王者，快点，皇上吉祥！你是皇上？你真的是皇上？玩笑，皇上就是四爷，四爷就是皇上。插播午夜要闻：东南亚有国鲁孝语王子于近期到访我市，并秘密走访民间餐厅，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众张仙桃透露。 王子是为解决子民的饥荒问题而来我市寻找一本秘籍，同时还希望在本市取到一名王妃。具体的择偶条件是单纯不得已，有秘籍者优先。哎，刚才那个电视里的人很像你。不像我。但是。你想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别问了。哎，你别跑啊！哎，殿下，殿下，嗯，他是不是电视里那个人啊？知道的太多，对你没有好处。干什么？ 你以为用金钱就可以收买我对王室的忠诚吗？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道歉。我这都是为了你好，请你忘了那位风度翩翩、婀娜多姿的真命天子。王妃，小佩，你哪里不相信你得说，你这个人能不能真诚一点？你不用觉得自己配不上我，你个自信的小曼，小曼。哎，别拆穿人家啊，回头伤了自尊，给不追我们家小曼了。说了人间就是不一样。爷爷说的很对呀。 况且，他们俩和咱们俩一样都很配。你们让小曼放弃我这样的锦绣未来，眼睁睁把他往火坑里推，我的胸大筋不答应，我要哭死他！建国哥，果然天下女人都是爱钱的，他很明显已经被巨款震慑到了，搞定。 小曼，你为什么强行对我放电？谁叫你冲出来吓我？
我早就怪你。你刺客吗？见过。打狗的。快起来，不能解决他。嗯，王子冒犯了，再见。站住！你怎么知道我是王子？哎，我们刚刚无意在小曼房间看了电视嘛。对对对，你的权杖暴露你的身份，错不了。我这个权真的，就这个很尊贵的，百姓不能碰。你碰了它，权杖那么尊贵，怎么能说看就看呢？那什么？幻觉。哎，你金色权杖，江浙沪包邮。我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机关也什么用了？雷姐，你赶紧帮我。够了，我的内政大臣叫江浙沪包，权杖是他邮过来的。对了，王子还有快递。那架飞机是不是专门给你运送私人物品的专机？对，他每天给我运一个，然后服务。王子，江浙沪包他又私自进小沪高了。他这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回去办行。气死了。大家不要紧张，我听这些歌呢，就是为了学习你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什么历史人文呢、你别光动嘴不出声音啊！我一些噪音一直都很……我有点听不到了。哎呀，我们现在水百病缠身，我们要死人了，我们要赶紧去管急诊了。我是为了在这里找个王子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行不行啊？早日康复啊！你过来。我演的不错、啊，成功过关。这个人真好骗。这些人真好骗。你真的是王子？是的呀，麻烦帮我保密好吗？因为像我这样的储君，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女同志们不必要的骚动。不要骚动。你还没感觉到吗？其实王子对你一直都……不要乱说，烦死了！立刻回避。所以啊，你愿不愿意做我们国家未来的国母呢？你为什么每次都没反应？你给点反应好不好？看来我还是操之过急了。那算了，其实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找……我要找一本秘籍，解决我国子民的饥荒问题。给你。你怎么搞到的？我就跟他说，是为了解决我国子民的饥荒问题。那他给的这本没错呀，再合适不过了。原来被他骗了。看来装王子还是太表面了。你攻心，攻心！我真没看出来，哦，原来你这么有想法呀！要不要帮你出本书，做个全国签售怎么样啊？签售的话，晚一点再说吧。不过可以先联系一下出版社。够了！再不把真的秘籍摆在我的桌上，我就把你们装进麻袋，扔进田里当肥料。那是小曼，在她盔甲面前你敢撒野？你过来嘛！救命啊！救命啊！救！小曼的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把她寄养在亲戚爷爷家，然后就当了宇航员，一去不返，只留了这张单人照片。小曼每年生日都拿这张照片拼一张跟自己的合影。你跟我说这些干嘛？你得真的关心她，真的了解她才行啊！哎，追女孩这么容易啊。恭喜。不是为了吓你，你好好看一眼，我跟平常有啥不同吗？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你其实是个女孩子，好丑的小妹妹。不是，
你跟妈妈的事情梅姐已经跟我说过了，我想又麻烦了。哎，小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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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不知道你妈妈到底为什么会离开你，但你今天一定要听我说句心里话。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老师，我们在这说事呢，麻烦您去那边唱好不好？哦，好的，谢谢。不管怎么样吧，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妈妈离开你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的。其实说句实在话，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老师，我们还没说完呢。哦，好。哎呀，小曼，我们今天不说话。来，话虽这样说，站住！你给我站住！跑哪去了？人呢？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眼熟呢？你等我。再等啊，走吧。哎，那什么？哦，海市蜃楼，简单的光学原理，走吧。是你的声音吗？是你回家了吗？我好想你啊。这是你家？王子住在这种地方？对呀，这是我国驻本地的大使馆。哦，真的是大使馆呢。啊，对，世界上有的民族呢住在这个帐篷里，有的民族呢住在这个树屋和山洞里，我们的民族呢就住在这个会滚动的馆里，所以就叫做咕噜咕噜馆族。哎，身为鲁馆族的王子，非常感谢本地政府能用这么贴心的方式排解我的思乡之情。小曼，你给我下来。小曼，小曼，怎么办？有船帮了。哎，你帮我看着点。小曼，你们民族为什么住在大使馆里？有什么好处啊？好处很多，比如可以随时随地的滚。哦，那么好啊！你这么不走心的夸奖，会让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会飞还不好？会飞。会相信有地球人吗？真想飞上去问问。是因为你妈妈当宇航员去了吗？梅姐告诉我的。宇航员呢？你觉得有可能吗？小时候我不喜欢吃饭，在幼儿园就得不到大红花，我妈就不要我了。你好好吃饭，才能快快长大。你长大了，妈妈就回来了。编的理由还那么随便，说是跟外星人执行国家任务去了，谁都知道，就是跟别的叔叔跑了。
虽然妈妈说谎，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吃很多很多，等她回来。别人骂我妈妈，我就跟他们打架。我打架很厉害的，那是因为身体的疼没什么了不起，心里疼才会哭。我相信你妈妈。说句实在话，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不理解我妈妈，所以不小心伤害了她。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小鱼生日快乐！有那么难吃吗？试试妈妈的神奇辣椒酱。嗯，很辣吧？哎呦，闭上眼睛再吃。啊呜，是不是有大鸡腿的味道啊？小鱼是一个有勇气、有感情、有担当、有抱负的四有新人，跟他们不一样。这是人吃的饭吗？那都是臭馒头！快点走吧，都不能吃。没有不喜欢自己小孩的妈妈，你就多吃点好吃的，等她回来就好了。吃好吃的比吃难吃的更需要勇气，我怕吃完就没有了。对我来说都一样。这么多天了，一点秘籍的消息都没有。有一位高手替代你。好吓人！蔡老板要跑狗进来咬死我们了！就是长崎野山人的好朋友。这只小狗是我从日本请来的料理之神新右卫门先生送给我的见面礼。先生以快到无影著称。原来不是狗精，是个人。处女座强迫症的他，把日本人近乎变态的完美主义精神运用到料理之中。他已经向代表堕落街的那几个低等的厨师发了挑战信，会轻松帮我赢回秘籍，顺便教训一下那个小曼。不要去帮小曼啊！他有暴力倾向，很危险的，反弹很大。我的秘密，你担心小曼啊？我担心功劳被日本人抢。不行，得回去帮他们。すぎるよ。いいんじゃないか。你们吃了？你吃了没吃？你有没有人性啊？刚才你们料理的时间太长了，错过了我最想吃的四季了。最好的厨师而已，那是可以吃到想吃的料理，比面还重要。那我们现在立刻就想吃你做的。给你三分钟。好吧。又是我的比喻呢，差的比呢，当下还有心这个了比的，没心机器，又没心机器，我的心情不满意。其实是我是不明白，你不会明白，自你自我都行，你不要 try。
丧尽情的，把斧头摘下的那一片，我心里摘下又能甜。さっきは間に合わないと思ったよ。焦っちゃったよ。你那刀就这么晃一下就做出这么大盘菜，你点的外卖吧你。じゃあどれだけ苦労したか説明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か。その時時間がない。素早く俺は刀を抜き、構えた格好を確認。ああ、それでもヘパンよ。この格好いい俺が考え始めた。北海道に行って地元の新鮮なものを買いたいんだが。時間がない。しょうがないから近くの包菜来すーちゃんに手に入れた。ところが驚くなよ、このエビは俺の左手にかみつき、あだだだだ、手を離したらエビちゃんが落ちた。エビの野郎逃げようとして俺はカーッとなって最後まで戦って、ああ、あれ、ね、けっけっ、いやいや、ジョコ、ジョンダラビチや。焦った俺は料理に行く。人類いい通りよ。こんな様子じゃ、すまんな。新右卫门无敌气了，再冲我也能保持下气了。敢问新右门卫大师，请问你的速度是如何能？啊，是新右门卫，是新右卫门，你们输了就应该把命给我。他妈的也要命题？不是，他说他想要一个 Mickey。哎呀，可惜给做瓦大菜啊！你还是问新右卫门真发了吗？小曼，我们是输了吗？你别忘了，我们现在很尴尬。乖乖交出秘籍吧，非得逼我拍裸照要挟你吗？你拍裸照为什么能要挟我？是给你拍。那你脱衣服干嘛？这魔术太糙了，骗人也需要点匠人精神好吧。青春的丈夫，那有没有觉得这燃えるってのは例えだよ。心の中のことじゃ。我在说你的腿呀、啊，毛裤上还有个你哦。わしの負けじゃ。わしと戦いながらこんな素晴らしいデザイン、個性のあるズボンを作ったのか。それにわしの顔まで刺繍するとは思いもつかん。わしは確かに久しぶりの温かさを感じる。全ては愛情だね、母ちゃん。会いたい。
你忘了你是干嘛来的吗？そんなせこいことやめろ。この腕で勝負しろよ、この腕で。え？重要的是时刻吃过之后能感受到就像穿上你亲手织的毛裤一样温暖。饿了吧？この目は随分昔のことを思い出させる。それは中華料理元祖の弟子イエメン文字類トンクルス先生の陳中知恵を継承した。これはちぎりを結んだ二人でなければ達成できない技だ。この二人はチンハウツサオサイミージを書き始め、幼なじみの恋はロマンチックじゃ。だがジェリーは突然完成していない秘訣を盗み、他の女と一緒に書き続け、友は捨てた。そして友はジェリーをずっと恨んでいる。ハンジェウェイ先生、これはよくぞお名前までを。失礼おばいたしました。哎，往事不用再提，如果你真有歉意，就照顾一下我孤寡老人的生意。你穿过的毛裤3000块钱拿走。呀，看财不是我非有钱的，看来你毫无悔意。松口。1万あります。1万。確認を。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兄弟，100张。啊！我给他们带了假药，这个他们马的办法在他旁。非常好，美女。来来来，给你个机会，喝喝酒，没问题。真的不像小曼。我中招了！好疼！怎么是你？好凄惨呐！快跑啊！好可怕！好危险！好吓人！脚镣锁不住人心呢，老板。あんな卑怯なことは大嫌いだ。先生、それでは失礼します。加油吧，新卫门军！秘籍就在我这里。但是不好意思，你是拿不走的，别来了好不好？我还会来看你的。不听话的小丑宝宝。
兴趣学的，68-1位包会啊，成功能打折。蔡老板，秘籍还没拿到之前不能冲动啊，所以我才等到。现在我们只有请汤姆出山，才能打败黄杰瑞，赢得秘籍，想办法掏出汤姆的地址。还有，别被别人发现你没知觉，免得引起怀疑。汤，啊，再上点爷爷创伤药就好了。会很疼啊，你忍着。药还没上呢。肚子饿，吃口面包。你继续啊。哦。药已经上了。药好像拿错了，这个好像是完全不疼的。对啊，轻轻凉凉很舒服啊。爷是不是放乱了？是盐吧？应该没乱。是洗衣粉吧？你能不能坚定一点？你这样左右飘忽不定，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我其实没拿错，这个药撒上没人能轻松的。看来我没猜错啊，你果然是没知觉的，是吗？我妈死的那天，我哭了一晚上。原来心真的是会疼。那之后，我觉得所有人都在偏袒家里有钱不用吃臭馒头的同学。但打架我也没再输过，因为心疼那晚之后，我全身都失去了知觉和痛感。我不愿意跟别人提起这件事，因为我不愿意想起我妈因我而死。不认真，我就很生气嘛。原来你是感觉不到，你接不接受总要给个反应吧？你真的是，气死我！随便说说。你霸王子那些谁看不出来啊？没揭穿你是因为跟你玩很好玩嘛。其实呢，你有钱没钱，是不是王子关我什么事？从你救我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决定了，我要跟你比翼双飞，白头偕老。今晚的堕落街好美啊！你别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想骗你还嫩点儿，我现在就给你秘籍，拿去。这位开心了吧？不是这，是你就是，别说了。穿上这个，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谁要是敢欺负你，我铁拳绝不饶过他。你要珍惜啊，这种待遇王子都羡慕。对啊，可以讲讲爷爷和汤姆的故事吗？我不想他俩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所以秘籍能借我看一眼吗？秘籍都是爷爷自己保管的，我只是偶尔帮他拿出来晒一晒。他不让别人看，我也没敢看。爷爷对我是很好，但明知道汤姆就在那个殡仪馆的食堂工作，他偏不去找他，这样真的很不好。你可千万别……太好了，太好了，小鱼，恭喜你终于成功追到了小曼。对对对，乘胜追击，打电话提亲。被胜利的血冲昏头脑了，提亲该打电话给爷爷，打给蔡老板干什么？告诉他我成功利用小曼套出了汤姆的地址啊，这不是我们的计划吗？啊，蔡老板的聘金你白收的，你这么蠢啊你啊，蠢。对哦，但是为什么我感觉你的开心是来源于追到了小曼呢？他已经消失了30个小时了，男人呢，骗完就跑。我要改变，我就打死他。这件事情谁不爱，我男人不会骗我。我身为一个麻木无情的枭雄，放弃大好的前程，不要去喜欢一个女张一德，这样合理吗？你想太多了，你就是缺一个女朋友，你再好好想想。为什么是男朋友这种称谓呢？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天哪，
上半年都能接受婚前。神经！我们只是学历关系而已。你再想想，不是，你再想想，你想一想啊！凭什么要我想？真的，你要想想一想啊！你再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小曼，你别担心。一般在热恋期的时候，男方都会伺机给女方制造惊喜，比如说去偷偷买个钻戒、求婚什么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乱花钱。学人讲感情，学人讲感情啊！活该一辈子跟堕落街那帮垃圾一样，永远下三滥。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要饭吃了好吗？干嘛去？去要饭。好，有种你就走。各位都知道，恐吓他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虽然大家已经去了天国，但是道德法庭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是死是活，都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你们不说话就代表同意了啊！谢谢。吓死我的那四个王八蛋！反正我现在也是鬼了，谁怕谁啊？今天让你们知道谁才是鬼王！我们早就不再跟蔡老板为非作歹了。他找人为难我们，还追到了殡仪馆。我们只好躺在殡仪馆装死，三天三夜不敢动，饿得面无血色。我真的没死啊！好多人啊，都觉得殡仪馆是最恐怖的地方。其实啊，这里是最有爱的地方。看那些死者的家属，有的父母死了，有的是孩子死了，还有一些爱人啊、朋友啊，这为什么都哭得那么伤心呢？就是因为一个情字。每天看着这些，我只想给他们做碗热汤喝喝。那您就是汤奴？我的汤很厉害的，哎，可以操控情绪，让人少一点悲哀。谢谢。这么说，您现在已经是菩萨心肠了啊？过奖了。其实我就是
就是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哎，就是越活越像小孩子了。那就祝您越活越年轻。小孩子就应该看卡通片。哎，《猫和老鼠》里面的老鼠叫什么来着？前辈，那个花心淫荡的老败类就在里头呢。会不会可能当年我错怪他了？他是很帅，可真的不像那种人。小点声，算我对不起你了，大不了我赔你一碗嘛。赔一碗？一碗怎么够？我民宿有姐妹，你每人都要赔一碗，立刻，马上。那先赔我，先赔我，先赔我，真敢玩啊！行了，等我拖完了再赔吧。拖他们了，拖，不用你们拖，我自己。哎呦喂，我自己拖，多淫荡啊这，死心不改呀！拖吗？拖吧，拖吧，拖吧，都拖吧。别以为长得帅你就可以，好像认出来了。哦，对不起。汤姆克鲁斯，别来无恙。啊，真的是你呀！你这长相已经彻底诠释了恶有恶报了。秘籍拿来。我说过我会回来看你的嘛。老规矩，如果这回你赢了，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不过你输了，秘籍就归我好不好啊？该来的迟早要来。你们同煮一锅汤，看谁技高一筹，能盖过对方的味道，让整锅汤变成自己的作品，谁就算赢。做的是喝了之后力气横生的跟你没饭汤。嗨，我的汤只是暖心去火的小玩意儿，喝过之后大碍无形，如果非要起个名的话就叫差不多得了汤。多年了，你还是这么浮夸。为啥呀？
超级赛亚人，你还是那么幼稚。错，这叫斗战胜佛，孙悟空。很明显了嘛！对啊，我们赢了，耶！你爷爷都吐血了，这口红好吗？哎，小麦，太过了啊！要不你试喝一下，胜负不一下就清楚了吗？喝就喝，哎，反正我饿。小麦，小麦。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好温暖呢、啊！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愿世界和平。不准抄袭我！你汤没效果，不可能的。我现在很开心啊，我满意了。比赛结束，再见。等等。那好吧，我们和善集团向来奖惩分明，既然我们输了。为了表达歉意，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吧。啊？他是我们和善集团的后起之秀啊！为了帮我得到秘籍，来你们堕落街卧底，他还要假装去追求一个女张飞，真是英雄啊！我很看好他。麻木无情，毫无知觉呀、啊！前途无量。喝了我的汤，再被你这么一激，这小子肯定要被他打死。别听他们鬼话，你是一个有勇气、有感情、有担当、有抱负的稀有新人，你救过我的。我那次是……我
自己智障不小心绊倒，巧合？什么巧合？我都看见了。我以前跟你表白那都是骗子。别说了，最厉害的骗子只说真话。你是喜欢我的。你现在喝了汤神志不清，我想跟你说话。没喝，我刚才插嘴的时候全都吐在里面了。太无耻了，你们输了。输了全世界无所谓，我赢回你就好了。你愿意接受我吗？下饭去了吗？你都得心脏病了，我回来继承你这身金银财宝啊！小屁啊，收点利息吧，我去给你买药。我们去炸了明天和善的发布会吧！你太暴力了，我们应该去现场有理有据的揭发他们的恶行。哎，好主意，真是大快人心。他们滴水不漏，没人会相信你的。
要不我们联手去挑战，把堕落街赢回来吧。连我都不是汤姆的对手，除非是厨上降临，但那只是江湖上的传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师父在酒后跟我说了那么一次，除以天赋异禀之人，对美好事物亦都心驰神往，感知力超强，情感细腻超常人百倍，仅此类人方可做出世间最本真之美。但也因用情至深，若若情感受创，感知会自行封闭，知觉不及常人，直至再受重创，其天赋之力又将会冲破束缚，水到渠成，王者归来。使用我这一身超能力厨艺了。品鉴吧。哦，我跟你说，这是厨上做的，一辈子吃不到一回，快吃。这什么玩意儿？猪什么这是？对不起，看来好像还是完全不行。超能力只是电影里的情节吗？堕落街完了？没完。什么没完？我跟你还没完呢！哎呀，这是这是这是回旋踢！我哎，不能不能只我一个人！水里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和善集团一路走来，虽然被无数的餐饮恶霸威胁欺凌，但是我们的蔡先生永远一颗祝福你的心，领导着和善人用和善之心融化邪恶势力，照亮黑暗角落。随着堕落街改造成和善厨房旗舰店工程的启动，全市人民享受最快最安全的餐点一条龙服务，已经不再是一个梦了呀。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烹饪协会的董先生为和善集团的宏伟蓝图签署认证书。不赚钱，受死吧，蔡老板！大家要擦亮眼睛。再放。蔡老板是衣冠禽兽。好好好，轻点，谢谢。从那边走先。对。接着放。丧尽天良。再给点儿。今天我娘。你干什么？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人信的。所以我决定通过厨艺光明正大的挑战你们，我赢了，堕落街还给我；我输了，秘籍电子版给你，仅此一份。
那好吧，但就凭你？当然不是，我代表堕落街，当然需要街上的几位小伙伴的协助，请大家给我几分钟跟他们说几句话。我，我知道，你们一定也在电视机前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红中，哎，红中碰。送一个红中，哎，怎么又吃我的？小曼，开心点嘛！没了堕落街，咱们也不能自甘堕落呀！过来玩了。而且你这么强壮，饿不死的，你大不了去挑大粪嘛。切，挑大粪！堕落街首富他爷爷，我攒的钱都给我小公主留着呢。哇，那就挥霍。我们好有钱啊！对呀，我们现在富可敌国，就是。你说我们有什么可怕的？什么都不怕了，小雨，你说的太棒了。相信经过我十分钟的深情表白，他们一定会来。如果他们不来，就代表弃权。大约七七，我们来晚了。你们怎么才？你刚才那份表白很有渗透力，像一把利刃刺透了我们的内心。谢谢，但我不是对你们说的。你的朋友，我们已经帮你背过来了。小姨。小曼呢？他已经死了啊！心，没有了。小曼一直偷偷关注你呢。谢谢你为了堕落街。娇柔造作，来了就赶紧比。亲爱的朋友们，参赛双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自的作品，最后由董先生的专家团评判。那卢小鱼团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一点也不关心，但是汤姆大师这边将为我们奉上他的保留菜式——山珍海味一锅鲜的盆菜大乱斗。顶级俄罗斯野生极地海参泡入漫过四日的37度纯净水中，讲究。现在汤姆使出一招翻天覆地的真龙戏水，将极地参卷入其中，强大的离心力让海参洗尽铅瓦，并大大缩短了泡发的时间。然后再和1岁08天的天山黑猪之棒骨一起炖煮，香浓且油之低，难怪汤姆这个年纪身材保持得还如此曼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啊！他的微信号我已经推送给你了，董先生请自重。我赞美的是他，我还没收到啊。要么你再发一次。汤姆大师一出手就吸引全场目光，面对这样的敌人，乌合之众队会使出这样的大招，到底怎么来应对呢？就开始，3、2、1，不拍了，副会长，好吧，副会长马上来，3、2、1。小鱼在搞什么？你和我斗啊？我很快活，你很快就等了。我要的顶级鱼头给你找来了，给你们好评。你长得就像坑蒙拐骗的牦牛，跟我去派出所。以貌取人是很不科学的，而且我再也不会骗人了。我怎么就那么不信你呢？我受伤了！好疼啊，好疼啊！你别死啊你！你完美的诠释了碰瓷儿这个职业。必须去派出所！刺我干嘛？你终于有痛觉了！真的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变超人了！对啊，而且还不是那种一般的疼。看来我又可以回去继续力挽狂澜了。太好了！可是你会疼了跟初音有什么关系呢？完全没有。还敢骗我！走后边锁住你！哎呀！哎，用烟弹，哎，哎，不是野生的，封建迷信。
超过一整天了，不新鲜。他疯了。都怪我态度不好。挺有礼貌的呀，我们。这原本是一条千岛湖水域千千万万胖头鱼中最普通的一条，但它不像命运低头，立誓就算做食材也要做最顶级的食材，不做卑微的鱼干，也不做超市的罐头。他的心中在呐喊：试问天下谁的头比我更胖？是传说中的食材至尊鱼头王吗？我上次见到他可还只有六岁啊。各位观众，今天我要做的是七龙珠鱼头王，很好吃的。行啊。原来厨生并不是厨艺高强，而是靠超群的感知力让自己在触摸食材时接受到比常人多百倍的信息，并立刻想到最适合的烹饪方式来指导团队搭配，这远远超越了技法本身。好了，再这三个小时就大功告成了。好了，再过三分钟比赛就结束了。对不起，汤姆使出一招大裤衩地狱火，缩短了炖煮的时间。我已经闻到了阵阵的香味啊！你有没有闻到香味啊？没有。刚才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好让剧情更加跌宕。这个装置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加上爱因斯坦、孔子、钱学森九九乘法表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我大学时候研发的飞行器，它可以把鱼头王送入云霄，通过大气摩擦加热吸天地之精华，再通过卫星定位返回现场，分分钟搞定。大师的盆菜大乱斗已经出锅了，比赛的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啊，对于航天事业勇于探索追求的精神是绝对值得鼓励的，甚至我完全可以把航天机小姐介绍给你们认识都是可以的嘛。但是我的确认为厨艺的对决是做菜啊，绝不是手工劳动，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赛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要不是家里困难，我才不会来主持这么危险的比赛。我原来的梦想。装盘评分。香，鱼头王的香味像一条金色大鱼，不由分说的朝我的脑海席卷而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董先生，是我们先做好的，按道理你应该先尝我们的。好吧，反正都得吃。鲜，盆菜里各种顶级食材的味道在我的口中形成了一种散发极限气息的凶猛巨龙，让我仿佛置身于被海鲜包围在大海之中。但我还是对鱼头王的香气越夜不忘，我现在就要吃。果然没有让我失望，鱼头王以压倒性的优势完胜盘菜。什么玩意儿？寡淡如水，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宣布，汤姆获胜。
全了。明明很好吃啊！你们是不是在偏袒和善？对，你尝尝他们的。我在汤姆的锅里放了咱们公司的提鲜粉，吃了会上瘾的。一定替我保密哦。这种鲜味会让人的味觉间歇性麻痹，再吃你们的菜当然就没味了。秘籍归我了，谢谢。你，来来来，喝杯水。啊！干什么？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烫着没烫着？输不起就不好了吗？过来，马上送最好的医院，快去！啊！别动，走。哎，小插曲，小插曲，希望不要扫了大家的兴啊！签约仪式，继续。让我们站出来！没有这个错误。一定要打击啊！一定要我动手啊！走。董先生，但是食物还没签呢。来，董先生。董先生，请您签字。好辣呀！你说什么了？讨厌死了！你再试一次。辣！你还说？赶紧签字了，再说三次试试。辣辣辣！你再说我就要报警了！你再说十几二十次试试。哎，辣！原来是辣椒酱啊，辣，酣畅淋漓的辣，每个人都有，后面都有了吧？辣椒酱哪有不辣的，有那么稀奇啊？不，它的辣不仅仅是味蕾上的感受，而是直达内心。这碗辣椒酱，它让我想起了许多平常而又伤心的往事，辣的痛彻心扉。因为超强感知，他用手接触辣椒所感受到的疼痛比常人强百倍。也因为超强感知，他能让每一下搓揉精确的兼顾力度与摩擦角度，使辣椒内部分子排序重组几次，让味道变得层次丰富。食物到最好吃的时候，也就是自身蛋白质发酵的最高峰的那一刻，浑然天成。他的辣椒酱让我原本被过咸的盆菜刺激封闭的味蕾又重获新生，胃口大开。我要重新尝一次七龙珠鱼头王。七龙珠鱼头王原来是如此鲜美，完胜盆菜。不就是钱吗？你早已经宣布结果了，快签。金钱买不了我对食物的尊重，别看错人了。我立刻让汤姆通过你的微信。钱哪里？住手！身为一个厨师，要以给自己儿女做饭一样关怀备至的心态去为食客做饭。你会在儿女的饭菜里放入任何不好的东西吗？在无数个夜晚，让所有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还有血脉奔张的国民女神，辣椒酱干妈。然而，我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听我说，今天谁支持和善集团，我保他一飞冲天。是谁？不跟我商量就用卑鄙手段去赢比赛？哼！我现在就吹哨子，让你知道我和善的实力。
喂，喂，蔡先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利用黑心生产线违规加工食品，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我还是要给你送上我的祝福，辛苦你了。他利用违禁食材刺激味觉，导致麻痹，再吃其他美味，都如同嚼蜡。正如人被世俗烦扰，就会忘记自己是谁，喝醉纯真的爱。正所谓，食无定位，是口者真。当年，你和楚状元董克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没错，跟他在一起练功写秘籍，进步肯定更快。你当年离开我就是因为这个。哎，虽然比起厨艺，你更喜欢打毛衣啥的，跟你在一起成不了大器，可我无意成为绝世高手啊！我只想跟你在一块过日子，开心就好。我拒绝他了。莫山洞全世界找那本秘籍，就是想看看跟你练功的那个女的到底好在哪里。她在我的心目中，简直是完美。秘籍。之前我烧的那本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女的，我就是要面子骗你的。恶俗！你真讨厌！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停！当年给你织的毛衣织好了。你们这点不要脸的老东西，为了儿女情长那么点小事，坏了我好几亿大事。儿女情长不就是最大的事儿吗？你们这帮骗子！秘籍你不拿到了吗？什么玩意儿！行吗？骗子！哎，为了不吃。快快快，再试一次！辜负了良辰美景，你负得起责啊你啊！快来，真是！啊啊！最后一次，再来，肯定可以的，来！好！啊啊啊！起来，你相信自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相信自己，来！啊！
高手，做一个绝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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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小曼，你好，好久不见了。妈妈的任务完成了，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你已经长大了，妈妈为了奖励你一直都好好吃饭，我要送你一个大礼物。送你好多好多大红花，是地球上没有的哦。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终须散。